大家好，我是木兰。我昨天晚上在这个寻甸县驻车了一个晚上，今天打算去曲靖看一看。从东川红土地出来以后，东川县住了一个晚上，然后就走到这边有一个寻甸县，已经是晚上了。所以我昨天晚上就在这驻车了一边停车位啊，都是收费的，这个还好。昨天晚上到现在总共是收了10块钱。车就停到这个广场这个路边。昨天晚上这个广场上很热闹啊，各种的广场舞，我肯定是要参与一下，呵呵，开心娱乐一下嘛。好了，那我现在就继续出发了。10公里，大约需要1小时48分，预计中午12点45分到达。哎呀，每次都说是80-90公里啊什么的，因为它绕山啊。这两天我的车速也挺快的，比平时快得多了。就这样子还是跑得很慢，昨天才160多公里就可以到曲靖。这如果要是在西宁啊那些地方呢，路平嘛，笔直，所以它就快一点。这边又变天了，挺冷的。然后我穿的这个是个薄棉衣，然后呢里边把厚的毛衫也穿上了，真太冷了，变天了嘛。下一步还准备说去贵州呢。哎，我看这个天冷的，我都有点不敢去。我现在已经来到曲靖市了啊，这个红灯处有违法拍照，不知道是不是他们的市中心。红绿灯路口直行，到达柳家坝农贸市场附近。本次导航结束。它这个左面，就是农贸市场，这个是一条街啊。我把车现在先停到这儿。对面那个黄色的楼就是自建楼。现在我过去问问租房的情况。哇塞，哎呀，好冷，降温了，特别冷。哎，这一排排的房子看着还挺新的。哇塞，把我冷的把帽子戴上，然后头顶都快吹透了。哎，看起来这环境还不错，买菜主要是方便。这有一个单间的，我不要单间。人家不是有那一室一厅呢。我现在等着这个房东下楼，接我上去看看他们家的单间和套间。他这是2室1厅的房子，是吧？哦，1为1处。啊，这边是一个小卧室，一个小卧室。哦，这边有一个大卧室，提供个床。啊，你这都你不带什么家电？不带，只是一个灶，只是。哎，是这样子啊，一个月是400块钱。400，都是，他不想搬。哦。他不想搬，我这是给你。刚才我已经看完房子了，很不满意，这个地方也太冷，我决定继续走在路上。